搵人陪我食饭啊！Come, follow me 嚟 Build Ministry 揾我哋啦！我哋 Build Mission Team 逢星期二、三、四都会嚟 Build 全福音。我哋今日神嘅目标系一男一女受洗。我已经出咗 JC 啦。我哋嘅 vision 系组成一个全部都系 BU 学生嘅 ministry。作为 mission team 嘅 leader， 我最想一班 campus 亲眼见证到由冇到有，建立属于自己嘅校园团契。为咗神，我哋可以对自己校园有梦想。Hello， 同大家分享一下 Balance Campus 最近发生嘅事情。喺上年年尾啦，我同 Vivi 俾咗一个挑战我哋 campus 嘅弟兄姊妹，希望咧佢哋喺迎接新一年都记得同埋感受咧耶稣最大诫命，开神同埋爱人自己。呢个挑战就系咧十五日里面，佢哋揾一个弟兄姊妹啦做 partner， 然后咧重复做三样嘢：爱神啦，同神建立好嘅关系；爱人啦，同弟兄姊妹啦或者朋友啦建立好嘅关系；爱自己啦，做一啲咧对自己健康有益嘅事情。佢都发挥创意啦，有人咧去揾一啲好靓嘅地方退休啦，有人去做对方中意做嘅嘢啦，陪对方打机啊，陪对方做运动，有人咧做一啲咧对自己健康有益嘅事情，用面膜敷面啦，做啲瞓啦，食一啲好健康嘅嘢啦。其实十五日好快过去，我觉得咧最激励到我嘅系咧，弟兄姊妹咧都被呢个 challenge 咧激励，佢咧自己咧继续去延续呢个 challenge 啦，佢哋仍然每一日咧去约紧唔同嘅人咧去灵修祷告，甚至有人话咧，其实喺疫情嘅时候咧，佢见到弟兄姊妹咧更加比以前翻教会嘅时候咧系多嘅。我见到咧，原来门徒咧去遵守圣经教训咧系可以好兴奋、好热心嘅，而且咧当中亦都有好多咧属灵嘅得着。我希望咧我哋发生嘅事情咧都可以鼓励到你哋每一个。疫情将人同人之间嘅关系拉远咗，亦都令到社会上面有需要嘅人少咗机会俾人哋去关心。而我哋呢班 Call You Sister 决定踏出一步，向人去传达神嘅爱。我哋准备咗一啲鼓励包，有暖包、夜饮同鼓励卡，去亲自去关心一啲社会上面有需要嘅人，就好似一啲清洁姐姐，同埋一啲执纸皮嘅婆婆，或者一啲去社区嘅人士。而家我哋就听下佢哋嘅分享啦。鼓励行动最鼓励我嘅位系，我见到一啲 sisters 去关心一个推紧纸皮车嘅老人家啦，即系大家都有各自嘅 struggle 啦，咁样即系可能疫情啊唔同嘢啊，但系即系本身一开始都有一啲 struggle 要唔要问嗰个老人家嗌你帮你推啦，但系临尾都真系听到个老人家去 share 佢自己嘅 life 啊，同埋佢身体有事嘅时候，其实都超级主动去帮佢推架纸皮车。我哋喺柴湾咧就揾咗啲公公婆婆啦，去送我哋啲嘢饮啦，同埋暖包嘅。系啊，我哋仲咧见到一个清洁工人嘅姐姐啦，今日我哋送咗一包乌龙茶俾佢。乌龙茶。系啦，跟住之后咧，佢超开心，同埋咧就好感激我哋啊！好想咧呢个艰难嘅时间咧都可以 spread 到好多爱啦，同埋温暖俾啲人。床下渗着黑的气味，墙上挂着针的责备，门后困着砖的胜利，可相信尚有空气。门内发现空着有。过去一年嘅疫情令到我哋嘅生活变得异常，但系同样可以令我哋嘅心灵变得不一样。Last Music Connection 咧，今次就揾嚟咗一班热爱音乐嘅弟兄姊妹，我哋搞咗一个名为《逆流而上》嘅 online concert。临之中，我哋会透过唔同嘅歌曲同大家互相连结，引发大家对生命嘅各种意识。Impossible